草屯呼伦社配合农委会近期推动食农教育，透过和青农合作，邀请幼儿园小朋友到公园参观，会当实地了解农作物生产的过程，唔忘透过相关系列活动，加深孩童对农业的熟悉。这个灯去抓他的爸爸妈妈。带着小朋友到农场，听到青农来讲解着作物安怎栽种，包括生长的环境、病虫害防治这等等，并且实际动手操作，加深着印象。压起来，对不对？放进去，弄对哦，压紧。学到了怎么种草莓，我们是非常喜欢。我今天来参加种草莓，体验种草莓，我觉得种草莓很开心。感谢福伦社帮教我们怎么种草莓。草屯呼伦社来延续着农委会新的政策，为幼儿园的小朋友安排全新的食农教育活动，以为山地甲产地为主题，传达着食当季当地新鲜的食材，也陆陆续续来安排参访三个农场。从今天开始，在536五堵农场哈，我们做这个草莓的种植开始，到观察它的成长，从施肥、用药、除虫，到培育到收成。那我们会转三个农场共同的这个观摩跟实作哦。大公安排参访农场，实在实在在安怎来栽种，草屯呼伦社系列活动，包括结合着在地农业甲饮食文化，合适着煮食这等等，做着多元体验。我们也非常的兴奋哈，带着小朋友来认识我们的农作物、农产品，来看我们的土地，让他亲自去实作，让他体验从小扎根，从小来训练他们来认识我们的食物，认识我们的农产品，认识我们的农作物啊，从栽培到收成，最后到变成一个非常好的食材。透过钓甲农民合作，让囡仔来体验到多元的食农教育，是草屯呼伦社这几年重要的任务。以着不同款的形式做社会服务。记者刘新，采报道。